今天呢，我就邀请了一个呢世界级别的手风琴家进来教我一些唱歌的要注意的事情。对，这个音找到了，唱一首给你听，来了。因为这首歌呢，高音很高，低音很低，所以呢，非常有挑战性。因为这个有两次，所以是 solo 一 solo。